左营旧城城隍庙，除了主神城隍爷外，还供奉着各显神通的各路神尊。就在庙内的虎边山墙上，一幅不起眼的半浮雕泥塑神像，两旁左以对联，上联是庙神弹虎臂追风，鬼魅威慑符。下联是真相配龙泉捉影邪魔尽逃踪。这幅对联所讲的就是民间信仰中专职收邪压煞的捉鬼天师钟馗。神明绕境祈求和境平安，一直是台湾信仰的重头戏。人们为了取悦神明，表达敬重之意，每顶神轿前皆设有阵头，阵头表演五花八门，可以是妈祖轿前的千里眼、顺风耳两大将军，也可以是常见的开路鼓、古艺表演，偶尔还能在强调捉妖除魔的神尊轿前看见钟馗阵的特殊身影。钟馗在道教信仰中是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既有秀才的聪慧，又有武士的威武。他在黑夜里借助小鬼的力量捉鬼驱魔，维护人间的和平。钟馗原本他是一个人物，然后他是一个状元，然后他进京的时候，因为相貌不雅，然后被当时的审考官说啊，你长得这么丑，然后因为这样，然后他气愤，然后就撞在那个金銮殿的柳条钉管，啊，因为气愤而死。大部分知道是这样了，然后还有一说就是说钟馗他不是一位人物，然后他是一个。属于法器，啊，法器类似狼牙棒的一种，然后因为它的传说很多啦，然后到底实在的状况要由大家比较知道的人去研究，然后大部分比较流传就是唐玄宗这一段说啊，他是一位状元，然后因为他在金銮殿撞死之后，然后由唐玄宗把他特封为抓鬼大师，这样子下来的。其实我的认为是说。他应该是一位相当文笔相当好的一位文生，然后只不过是他因为相貌不扬而误会说大家把他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凶猛的抓鬼大师。当然他经过皇帝的特封之后才变成另外一个传说，说他是一位抓鬼大师。事实上也就是说因为他的相貌让人家有威吓感，所以而变成所谓现在的抓鬼大师。钟馗与其他神明不同，他身处幽冥之境，与鬼魅共处。对于钟馗的扮演者来说，自然少不了许多禁忌。里面的禁忌是说，第一就是你要，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出阵，哦，当然我们就要先假财，哦，啊，有的就是讲，啊，你啊，阮今日是要开庙门，这是重大的项目，所以阮假财来假三天，所有团员一样都要吃素吃三天。然后要出门之后一定要禀告钟馗爷，然后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开庙门，然后再来就是切记要禁淫色，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项目，就是一定要禁淫色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再禀告当地的神主说啊，我今天来你们家做表演，我们今天是来这边做什么项目，也要禀告当地的神主说啊，我们来这边做什么，然后才可以再去做里面的细节项目。
虽然随着时代改变，信奉鬼神的人越来越少，然而观看钟馗表演，在传统上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忌讳呢？我们讲的有一种的这缓冲煞啦，缓冲煞就是讲有当时是时冲，就是它时间刚好是那个时刻的冲煞，或者是它是日冲，就是说，它当天它有一个像说啊，今天今日冲到迄个上街，还是今日冲到上土的、啊，那一天你就是如果我们要做表演的话，你就要稍微避一下啦，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点有的时候就是碰巧的话。到那个人对他自己会身体会不舒服，或者是怎样啊？所以我们讲缓冲衰，时间有日冲、时冲、偏冲，有三种项目了啊。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先去看日子，他的日子那一天是什么的日子，然后他的生肖是属于什么的，然后需要避还是不用避，要去稍微去拿捏一下。在这里有一群人默默传承古氏钟馗阵长达30年的时间，他们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他们说年轻的时候了，就20-30岁的时候，就一个机缘就在台北嘛，在台北工作，我在台北住了差不多将近12年，就那段时间，台北有一个工啊，还有一个小舅就在那边服务。他说啊，谁啊，姐夫啊，来那个我们庙那边啦，你有兴趣的话，过去参观一下。就在那边参观，他说要婆给我说好啊，婆看看啦、啊。然后就临时就好像头晕晕的啦，就跟那个我们现在的主神就玄天上帝嘛，哦，等于玄天上帝那个真武大帝就跟他结缘。然后就一般的就是他们以爱定居啦、迁居啦、开靠啦、周旋啊、迁居啦，所以说那个天书足艰苦哦，要经过神考啦、魔考啦，还有人考啊，哦啊考啊得起啊，所以说拢啊以台北拢过这个县人，啊这个县人时阵拄好有一个机缘哦，拄好。80年左右，我才搬回来高雄嘛。然后的时阵，就成立一个叫做五爷将，就是一般人讲这个五爷将啊。啊，因为咧基础开始，然后成这个钟馗啊，当机来支持，就是讲他成立这个钟馗五会团。啊，钟馗五会团当时当成立时是非常的艰苦。第一种经费的问题，第二就是人员的问题。啊，因为经济也出大问题啦，因为要成立集团啦，所以讲，俺家己能力也有限啦，啊，就讲哦，外来无款啦，包括平地遐斗经，所以到成立这个奖品哦。钟馗最主要伊是治鬼之神啦、啊，伊这个按台中以南啊，嘛较有可能有这个钟馗阵啦。若是中台中以北，伊个钟馗阵是属于一般人来讲讲夜阵。吼、哦，按台中以南这方面的钟馗阵啦，伊是较有属于敢若讲，哦。有咧人开庙门啦、啊，做煞啦、啊，收五方煞啦、啊，包括讲人拜天公这一部分啦、啊，哦，有可能伊就是讲有请这个钟馗阵去啊，这个扫除这个凶神恶煞啦、无主家神啦，或者是讲这个妖魔鬼怪啦。啊，所以讲因为这钟馗阵，伊最主要的是治鬼之神。啊，所以讲当时成立的时阵，啊嘛是想讲，因为啊本身嘛唔知有迄个能力无，哦啊就是讲有哪经过家己的研究，哦啊甲含一寡道长啦、法师啦，大家来研究这下脚步变喏，到我都，哦包括这下符箓，哦啊这下步功达到，哦这部分的时阵，然后先再来成立这个阵，啊最主要俺是一个传承啦。
到目前安尼二十几年来，我那有一个感受啦。老一辈传翻，吼，按着传落少年的一辈，啊，这个物件传承落去，莫讲吼，啊，拢啊到遮拢啊无去。因为即马科技较发展啊，因为有当时啊，少年人伊嘛较无信这规矩啦。当然，按老一辈，按捌的，按知影的，介绍这少年人，啊，而且这个典范。哦，包括即个道家即个基本的即个符箓，哦，安着啊传承哦，即个孝人。钟馗镇作为一项信仰文化记忆，其中需要传承的细节不胜枚举。光从外观造型就有法式、开面妆容、道具以及服装等项目，在服装上。义玄民俗技艺团又经过哪些变革呢？因为我们是属于表演的性质的时候，就是有表演的性质的服装。然后目前我们团体里面实际的服装目前有六套，然后一套是基本上是那一套是不动，是由第一期就是我们刚出团的时候的第一团的服装，我们是完全不再动了，因为那一团我们把它留作纪念了。然后第二团有服装的话，它有豹纹的，类似说，它是比较野性的啦。然后有第三套的服装，就是莲花，然后它的代表就是说，它比较祥和，然后比较有类似说有一点中国风。那我们第四套服装呢，它是有剑带，就是比较完全是属于我们中国式的道教的模式啊，它有剑带，然后它的胸上，它的胸上这边有那个。有类似他的幸运图腾哦，他今天如果是鹤啊，就是鹤的图腾，然后如果他是蝙蝠，他就是蝙蝠的图腾，然后下去装扮。基本上目前我们的服装有六套，然后都各式都不一样。看完乌龟所穿戴的服饰后，胡团长为我们深入介绍钟馗爷服饰的讲究之处。啊，过来，吼、哦，这有三套的钟馗的衫裤，因为模式无同款，所以伊做起来的模式嘛较无同，吼、哦。钟馗这套伊是表演性，吼、哦，包括开庙门的时阵咧穿，吼、哦，伊前后，吼、哦，拢总有这个蝙蝠，拢做做五福，吼、哦，啊五福，拄啊好安谐音，吼、哦，这个四福的意思，吼、哦。啊，过来这套，吼、哦，这套是。我那开袂门咧用，也是一般袂会咧用，因为伊衫甲裤分开的，伊毋是长袍，因为这是属于文武袍，吼、哦，爱、啊、这种是武袍。因为武袍，因为开袂门的时阵，伊若较是讲迄个庙地，因为伊有较洼偏僻，或海墘啊啦，也是拄好新开发的土地，所以讲有当时啊较阴，哦，所以讲伊就穿这束，吼、哦，这束是伊裤另外穿，啊衫另外咧，吼、哦。啊，再来这套，这套因为足少咧穿，原因是啥物？哦，伊是属于较闷跑，吼、哦，啊，伊是人工叫做绣线布啦，吼、哦，就是讲一般因为是状元命嘛，吼、哦，状元出身，所以讲伊这套是大部分拢是这个人丧事的时阵咧用的。啊，这套较少咧用，因为我尽量是避免讲较少做啦。吼，因为作为这个商家这方面哦，当时啊，较无啥物适合，啊，所以讲尽量避免做，啊，这是商家咧用的，吼，就是人一般人咧讲讲无空的。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服饰，体现传统文化中因地制宜的思想。但除了服饰、造型等外观，钟馗镇的核心价值。便是各种绵延千年的独特步伐、手势与阵型的变化，其中最常见且最具传承价值的，便是钟馗五鬼阵。从五鬼内底，伊有内底细节项目有足多，包括讲啊，钟馗人小鬼，过来就是钟馗去学小鬼人，啊，过来就是讲有这个放剑打鬼。放剑就是讲啊，由阮的剑鬼将剑写出来，互阮钟馗来接到了后，啊，伊要来斩妖除魔、修侠阿煞，这个动作要让他做好。它里面的细节项目有很多种啊。
基本上五鬼它是有分，一个是蝙蝠鬼，然后一位是剑，然后是他的带刀侍卫啦，然后一位是雨伞，然后另外一位是酒，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草席，我们所说的灰龙，嘿，就是由这五位下去扮演。兼具智慧与威武的捉鬼大师钟馗，自然是我们最熟知的主角。但其他的五鬼究竟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蝙蝠呢，它是类似我们说探路哦，就是说它是它的前哨兵啦、啊。就是钟馗他还没有到之前，他有一个蝙蝠让他先去探路看看、啊、因为钟馗也他的形状威武嘛，然后你到他所到之处，鬼看到他都会怕，所以他先由蝙蝠鬼先去探路，然后看看、啊、前面是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啦，或者是比较妖媚啦，还是什么也不出给魂啦，是由蝙蝠鬼先去探、啊、先去找先去看，再由他的灰龙，就是我们说的草席，再由草席跟蝙蝠下去搭配，然后去前方，然后探视完之后回来禀告钟馗爷，再由钟馗爷出门去镇压，带着他的酒鬼、他的剑鬼以及他的雨伞一同去镇压这些嗡嗡的这些煞星。哦，麦叮当，麦叮当，这主席记得哦，放落来，这麦出力，这出力，看头前，这支卡弓箭步，弓箭，这支是弓，这支是箭。安尼变作是这支是弓啊，弓是这支。不同的角色也需要有不同的道具来衬托，才能完整演绎钟馗五鬼阵。基本上他的道具就是我们的鞭头，就是我们的蝙蝠探楼，他是拿铜钱，然后酒他是拿酒壶，然后剑他是拿他的剑啊，就是剑鬼，我们他是拿他的尚方宝剑，然后雨伞他是拿一支我们所说的那个八卦伞。哦，它是掌天地的，然后它是掌阴阳，然后那讲阴阳伞也是阴阳伞一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灰龙，哦，灰龙就是草席，它是草席鬼。好哈，啊，咱这礼拜，咱这礼拜拜六，咱可能会出到一个，可能咱会做一个修习阿煞，啊，修习阿煞这个可能就由鸟啊来做百年将军啦。最主要这些团员啦、啊，是其中有很多就是妈妈带过来的啦，阿嬷带过来的啦，或者家长带过来的很多啦。来这边呢，我们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说，你不要学坏，来这边不要影响你的学业，也不要影响你这堂回西单。小时候家里就是从事道教信仰啊，所以耳濡目染吧，然后所以就对这个有一些兴趣，然后就一次意外在路边吧，就刚好看到义玄宫的钟馗，对，然后就蛮吸引我的，所以就蛮有兴趣，然后就透过朋友关系，刚好有朋友在这边，然后就介绍就进来，对，然后。一开始是兴趣啦，然后跳到后面就变希望吧，就跳到变希望说，把它发扬光大啊，然后把它让更多人注目啊，对啊。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些都是从小就是家境比较不好。或者是他是单亲的，然后在我们这边练习，然后出团，那、啊、基本上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出团，然后大部分就会有一点点的经费，啊，有经费我们就让那些单亲的家庭的那些小朋友带回去，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基本上就是学业的时候也要注册费啦，还是什么，就由这些你出团的这些经费下去做。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他这些小朋友有的是比较难管教，然后爸爸妈妈说不听。可是他来我们这边之后，他是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他耳濡目染，他说啊，玩不，他会有一个坏习惯，类似他会有偷窃的行为啦。来这边他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哥哥他没有窃盗的行为，然后就会导致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耳濡目染之下，就是说，哎，我今天不应该有这个行为。国中的时候，然后就因为同班同学都有在跳，那时候在跳五五将，还没有钟馗的时候，然后再跳五五将，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有自己也有兴趣，然后就进来。哎，未来我一定会在这边呐、啊，因为从国中二年级下学期快升三年级的时候，就在义贤宫，那时候在凤山，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在六楼，然后我们就是都要爬楼梯，爬上爬下，然后那个时候，哎，怎么说，家里面的人也算有一点反对，可是就是那个胡团长他们就是用行动，然后去说服我的家人。然后我才可以继续又在这边，然后讲真的，这边算是我第二个家了。传统社会中，镇头是凝聚村落向心力的社会组织。随时代发展，镇头产生巨大质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又该如何自我定位？也有人认为说，镇头或者是民俗表演，它是一个不好的习性啊。有的说啊，恁这顶头人拢一定拢是一挂歹囡仔啦，一挂较无好的学生啊啦。但是我们的认为是，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艺术跟文化当作是一种表演，那你又害怕说它是歹囡仔吗？歹囡仔的定义是在哪里？是由人的心他自己去养成的。可是我是认为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带头的跟这些小朋友说，我们今天我们不偷不抢，我们做的是艺术的表演，我认为这样子给小朋友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家庭应该都不会反对。更何况我们都以身作则说啊，我们出门，我们第一我们不抽烟，我们不喝酒，我们不将所有的垃圾落地，相信这些的养成让小朋友看到之后，小朋友他们的自然也会认为说，哥哥他们都是这样子做的，我们怎么可以说，有不一样的形态去展现出来？